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十号在寿丰乡举办祈福法会，以花莲县林外道路行车安全为主，由理事长张天宝主持，首席顾问吴其成担任主祭官，包括了花莲县政府中区副主任林政府等贵宾都参与祭祀，诚心祈求保佑花莲道路行车平安。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农历11月18到11月7号，也就是国历1月1号到1月12号，共计12天，在寿丰乡丰平路3段6巷53号办理祈福110年花莲县连外道路祈安路祭公路法会，以花莲县境内连外道路行车安全为主，由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秘书长尤金芳主持，首席顾问吴基成担任主祭官，包括花莲县政府中区副主任林政府等贵宾都参与祭祀，诚心祈求花莲县道路行车平安。路祭哈，我们台九县这个路祭哈，我们进行到已经8年了哈，已经进入第9年哈。那我们希望整个花莲市以观光立县哈，那很多外地的游客到花莲来观光，希望他们都可以平安的来花莲旅游，平安的来花莲，从花莲从事各种交通哈，都可以一路顺畅。那我们今天很感谢老天爷哈，这两天本来都是阴雨绵绵哈，啊很难得今天有太阳也出来露一下脸哈，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哈，那我们希望花莲可以越来越好哈，大家都可以平安顺利。那尤其今年的新冠疫情哈，那我们也希望花莲哈能够继续保持下去，就是零确诊哈，让大家都可以来花莲旅游啊，大家都可以平安来花莲从事各种观光。我们今年哈，因为我们办的这法会哈，连外道路法会已经办了第8年，今年是迈向第9年的年度，然后我是这一任是第3届的理事长哦，阿公哦，希望说大家能够来到花莲哦。观光哦，然后让我们花莲哦零确诊了，哦，让这些人都哦，这些旅客们都可以来到我们花莲来观光，然后提早先跟大家拜个早年啦，啊，新年快乐！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理事长张天宝表示，相当感谢全省各地的公庙来这里共襄盛举，让其活动可以说是相当的圆满。透过首席顾问吴基成以及信众们的支持，让行驶在花莲县境内连外道路的拥路人能够平安回家。记者周宏毅，寿丰乡报道。